afternoon. Yeah, yeah, good morning slash afternoon. 爷爷奶奶啊，我的妈，你好，我是八分啊，我差5分有满分了。8分几多呀？有待进步。我只过8分了，妈妈会很满意的。对，因为现在小孩子读书也是很 stress 的，所以不要要求你的孙了，你的孩子一定要拿满分哈，差不多了，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。你自己读书都没有满分啊，你可以要求孙子，满分都不可以这样。那你以前读书里面拿满分？Primary school，Primary three有啊，唱歌有时拿冠军的，读书不错啦。 Primary school 他有得前3名，然后中学开始就哇，咚咚咚一落千丈，有没有？但是还是有把该考的文凭都有考到了。那的确没有想 most of the big girl in class。还好啦，因为你这么会讲话嘛，因为从小就培养那位很会讲话的。还好。老师的那个 comment 好像是都是 copy and paste 的嘞，就是讲 very helpful, very attentive， 然后每位看同学，哎，一样求强哎，第三个哎，一样求强哎。老师可能要给我们鼓励，因为以前不会啦，现在的妈妈如果你嫌他孩子不好，他就去问你了，什么不好，为什么不好，为什么不好啊？是你吧？你家的吧？没有了。 我家的孙子，我的孩子的孩子不外代志。哦，我的孩子哦。哎，你是重孙的。没有，我的孩子读书的时候，然后哎，哦，那高你哎，他不他了，没他不要紧。是吗？你不要给他压力吗？哇，结果隆重出来，不是总裁，不是 lawyer， 就是 doctor。 没有啦，因为我每次跟他讲一句话，这个是以后你们自己的路 ，OK 哈，我可以帮你读，我不可以帮你考试，对不对？ 啊，你自己要做好你的分内工作，这样咯。哎，也看不他的目标吗？这个很厉害，你的 DNA 很好。我真的，基因好哦。基因不错，那你没有多生几个，真是的。没有嘞，我的年代只能够生2个嘞。哦，是哦。啊，生第3个，伯杰他没。哦，sorry。哎，你的 Q handbrake 没有？那你今年不是大概88岁？今年。没有啦。 还要减减减啊！哦，minus GST，minus holiday，minus我睡觉的时间，minus睡觉的时间，对啦，在 minus 啦，65就好啦。OK 啦，不可以这样贪心 ，minus 讲多了。哇，真的保养有方哦，我跟你讲，你到了这个年龄还可以这样哦，啊，跳跳啊，跳皮跳的挺好，真的不错了嘞。真的，如果那时候新加坡咧讲拜拜的啵，哇，就知影是医疗啊，闪闪一支棍，功夫看袂出来。 叫爸爸也不好，才会拿长辈盖白呀。所以你人家要拜拜，这阵长得怎么样吗？你看现在拍片，拜拜，你先生呢？你先生呢？我来不叫爸爸啦，来不叫拜拜。对啦，哎，以前是比较瘦。你想爸爸呀，人家拜拜。对，所以啊，一个人不管帅还是胖啊，健康最重要的。拜拜，那些。哇，那几股人。所以你那就不胖，拜拜。现在小孩子，你看他爸爸有没有是这样的？不知道，不认识。现在看什么啊？ 他们现在啊，Frozen，啊，那个小小狗啊，有几只小小狗，对对，然后有猪猪圈的吗？看这些，哦，看的跟玩的跟我们不一样，还有伯伯啊，年代不一样的啦，当然啦，啊，所以你看啊，每个年代的哦，流行玩的东西都不一样，但在毛边，但有一样东西是一样的，哎，就是呢，非常的照顾所有的大哥大姐，好，那个历过一代，见过一代，2块。 你不要听我唱了，快点去排队。因为你看啊，他们我这有些住这边几十年的哈，都是老邻居的，几十年的，所以我们的穆斯林在这一区也是很多很多年，很多年，所以跟大家都好像一个大家庭，嗯，就是很照顾所有的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的。所以你们的房子有没有人要卖的？嗯，我来给你买，我来住这边啊，每天就参加2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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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现在物质很值钱哦，HDB 建物值比较大吗？哦，房子比较大，现在房子都很小嘞。而且啊，因为以前的人是比较多，对，够用就好了，不要在乎大小了，供需就好。所以还有就是现在，如果你觉得说我不用，我还有很多年，99年你还有几十年，你可以把你的屋契卖回给 HDB 嘞。有这样好的事？屋契回扣，你大概留个25，比如说你活到95岁。 那你要留个，你大概活到95岁的年，然后其余的你可以卖给 HDB 的，所以拿钱，对，可以套现，你可以对，哎，你可以把你的屋契卖回给 HDB。如果我想要了解更多。
啊，了解更多，你是不是有一个讲座？几月几号还记得吗？对，这个月的29号。哦，所以了解，因为听你讲比较清楚了。你叫我看报纸的，目张家很多字哦，我消化不了。对对，报纸的人又比较深奥哦。嗯，你要去听，在三代啦。哇，三代哇，在三代要科博古古呢。不用钱，好像去扫描了，去拿票，对对。就是由沈宇部长哈，我，然后还有一个博士 ，OK， 然后就在那边就是谈这个住的问题，好，对的问题，对呀，哎，衣食住行住最关键，对，当然在我们本地哦，在我们新加坡的话呢，哎，其实大家呢都有几乎了，就是有几乎的，真的说得很好，能够 afford 了哈，对，所以你看我们新加坡的老人家是最幸福的，对不对？耶，是你们讲道理哦。健康要开心，哎，年龄不大，只能做个代表领导团。那交一点朋友啦，交一点朋友。对，所以我们很谢谢我们的 organizing committee， 我们的 chairman， 真的每一年安排这样的节目不容易哈，哎，然后要分很多东西啊，我们还有每年都是还没有分，等一下给你们吃啊，吃午餐，我们会告诉你几时了哈。好，然后先来，会不会是三点吧？午餐？你笑啊，还是 IT 了？三点才 IT 了。那阿妈阿公吃饭真准的，你唔免看手表的，伊那是讲伊枵就是十二点了。我也较早枵的。Very 准完 ，Very 准完。没有，你现在早起来已经早枵的。像我阿公这样啊，你6点半没有给他吃，他就他都怪乖。差了哟。差。来。